百万，放开。啊，你要找一下，我找了，知道是。哎，你看那啥，我找着了，我说他的玻璃厂。明天待会儿就先睡会儿了啊，给朋友着急。今儿我毕竟还是有一个待会儿的。鸡肉片，你看，两肉片子是吧？两块鲜肉。嗯。哎，老鹰挺好吃，啥？嗯。这是地分一条嘞，还是啥啥嘞？那是我说光吃主要老鹰嘛。啊。嗯，大哥烙那个。嗯。这月果不行。大哥，这我烙的更好吃。嗯。别看我是大名，这也烧鸡。简单还准的，是这个意思，不好呢，就加肉的。我吃点肉。这会儿睡过来，这会儿起床来。这时候都靠这个最睡过来。我把你家吃过去了，是吧？肉啥的，啊，对，再拿肉一张。